Hey guys, it's General here. 大家好，我是 General Chaos 将军。今天我们总算我拿出了大家无数次让我玩我都拒绝玩的东西，铁王八 T95 这个东西啊，来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用它杀一些小人人。因为最近不是在搞那个秋季活动嘛，所以想反正也要时间，我就选一辆慢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出声。打得一日，我们不能走城镇啊，城镇太容易被绕侧，走城镇外侧好了，至少自己心里有个数是吧？至少7.7，我看到7.7的车了，不一定到8.0了，我好像没看到8.0，应该是7.7的房。哎呦 ，M18，我们这边又有 M18，又有 T3485。牛屁！速度真的很慢，真的很慢。所以说我其实平时不喜欢玩这车，因为我不是太有耐心了，就跑路不是走路这件事情上我很没耐心。对面站点站得很快的，等会 A 点估计也是对面的。前面是驱服者。驱服者的炮是真的蛮烂的，我曾经想做他的视频的，但是一直就最多杀到过4个5个都很难杀到，因为主要是装填慢了，然后那个后效我觉得比那个84毫米那个英国的那几个84毫米的炮还要烂。算了，我们就继续耐心的爬吧，爬得慢说明我稳，我是个稳重的男人。30发炮弹一般是够的啊，就铁王八30发没什么大问题。不过这车我几乎来说是白板状态，就出了个维修，出了一个履带，出了一个灭火器，我连两个那个研发弹药都没出，正在研发那个装药弹。好，慢悠悠驶过了第一个小路口。真的我不想搞快进啊，快进的话大家就会听见我的话这样子的，就很不清楚。哦，我的嘴好溜啊，灵活的协调。 OK， 重坦里面那条道有重坦，我们有两辆车跟重坦撞上了，一个是694好像，一个是 T29。 我个人认为只要不是老鼠他们都能干掉，而我没有听到老鼠的开炮声，那一辆应该不是老鼠，我估计是虎王。那辆重坦应该退了，他们两个在追，他们俩在往前走，我右边里面的两辆。铁王八，铁王八。后面怎么唱来着？我忘记了。我 A 点里面还有人啊！我刚看到人在 A 点开炮了。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我们绕一个侧，好吧？我们用铁王八绕侧。哼！啊，老虎死了，虎王，我就说是虎王。哎，左边有声音，哎，看到了，我就听到他的声音了，他没听到我。不用开炮，扫死他就行了。拜拜，等一下不，拜拜，一杀，好轻松，好舒服的一杀哦。右边有两辆车，一辆重坦，一个坦肩，坦肩好像是那个75，那个什么什么，就那个有近战隐形的炮，哎，王。他应该没看到我，他动的话他就没看到我，哎，他没看到我，看能不能一炮杀，打他炮，哎呦，角度太大了，角度太小了，牛，别打我炮管，哥哥，哎，追，
他丢烟了，追，这边没看到人，走走走走走走。烟里面，上次有人跟我说烟里面是可以看到对面的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来一炮，来一炮，来一炮，来。哎，哦，我是出烟了吗？我先被他打了，20秒。他如果站在原地不动，他会死的，因为他重复打我炮管是没有用的。哦，他冲上来了。哦，那边有防空车在打我，但我有烟，而且还好防空车打不死我。他要死了，还有一秒。哎，他这个时候开炮太蠢了，拜拜，他死了。Double kill， 什么防空车？克里安？是克里安吗？他这么打我反而没用，他不是断我履带，傻子。他死了呀，我原地转向很快的。拜拜，应该是克里安吧？哎，嘣！这个是什么？我一直不记得他的这个中文名。Black Panther 341，是不是就可怜？不能灭火啊！我现在装填还没装填完，我等装填完再灭。好像是炸弹炸的。哎，好了，这样我又有弹药，又灭了火，不然我要重新装填的，很蠢的。那飞机应该没冲我来，应该没，哎，没冲我来。往前走 ，Triple Kill 了，我现在 Triple Kill。这边在看着这个，我听到我左边有引擎声，左边这个缝隙里有引擎声，看一眼。哎，好像又是个克里安，还有个豹二，还有黑豹二。嗯，我想想，还有人吗？哎，还有一个，哎呦，小车，意大利小车。哦，扫死了 ，Quadra Q。好了，接下去就你了，朋友。他为什么不躲来？但是，哎，他为什么不走啊 ？Quadra Q， 怎么才杀了他一个人？下一炮应该能杀他了。但我不懂他为什么不走。看来他送我 Penta Q 了。下一发送他走了，拜拜。Pentakill， 五杀五杀，修好。我左边还有引擎声，看一眼，应该是刚刚过去的豹黑豹二。哎，看到一辆，哎，看到两辆，一辆往城镇外走了，有一辆停在这儿，他没看到我，他没看到我，他没看到我。六杀，六杀没有这个英文吧？Penta plus one kill， 六杀六杀，我要小心屁股后面啊！被爆引擎我就彻底嗝屁，好吧？但我们赌一把。哎呦，小屁孩，什么东西？盘星，意大利盘星。哎，对嘛 ，Penta plus two kill， 七杀了。小屁孩，他还不如等我转身以后打我屁股，爆我引擎我就死了呀！不成熟，不稳重，没有耐心。我们去追刚刚那个黑豹二，我给队友已经标过了黑豹二的位置，大概的位置应该说是。但我走得太慢了，我不觉得我能追上他。哎，队友标的是城镇里面那条路。背后有个黑豹二干掉了我们的巴顿，不管了，我们就赌一把。我在阴暗处，不一定被发现的。我自带隐形功能。有个队友一直在标那个城镇里面，然后我这边的 T29 好像在修，他们碰到人了，去救 T29 吧。我觉得 T29 可能更需要拯救一点。对面有一个那个昭和神官，是金棺材还是银棺材？应该金棺材，银棺材，银棺材，金棺材是那个 prototype。这边看看没人，哦，这边死了虎王P，杀了我们 T29。
哎，那你没了呀？炮塔、弹药、七八八杀，哎，皮包二在那儿呢。八杀，八杀的话是多少 ？Penta plus three kill。我如果杀十个就 double penta kill， 好嗨哦！双五杀。这边有一个黑豹二，然后那个方向应该还有一辆银棺材。哎哎，哎呀操！那是三兔子吗？居然会有三兔子开到这边，太可惜了。装填一下，不往外走了，不往外走了。我刚刚看到有影子从那个房子后面飘过。哎，三兔子，再见。哇、哦，没伤吗？哦，打得太真重，太那个中间了。没事，他不能动了啦。下一发我还是能杀。拜拜，三兔子，我要九杀了。Penta plus four kill。哎，那是黑豹二。啊，黑豹二没注意我哎。哎，早知道刚刚等一等了，等黑豹出来先杀他了，可惜哦。左边有一个黑豹二，右边有银棺材，银棺材刚刚杀了我们 T34， 右边是银棺材，看一眼，没看清，没看到，哎，右边还有一辆黑豹二，左边黑豹二不见了，转身转身，哦，银棺材吗？你是银棺材吗？银棺材吗？打的肩膀，哎，如果是装药弹就好了，可惜，炮手，退退退退退。黑豹二，黑豹二这下应该知道我在这了。哎呀，我想拿双五杀哎。哎，这个角度好，可以出去再打一次。哎呀，炮管被爆了。来来来，黑豹二，修一修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废铁男。哦，三个人，牛逼！三个人围着我。哎，银棺材来了，银棺材不一定能杀我的。我十三秒修，还蛮快的。别杀我，别杀我，哥哥哥哥哥！废铁男不知道怎么打我，他也没杀掉我，打在手下呢。哎呀，没穿，他都已经坏了，干，不管他了，先往后退。哎呦，又来一辆旋风吗？银怪才死了，那边有个防空车旋风，这边有个废铁男，先杀废铁男，打肩膀，必死。拜拜，十杀双五杀 double penta kill， 我十杀哎，居然能不能扫死他？哎，没扫死他，是十个人头吧？十个人头一个助攻，谢谢谢谢谢谢小潘青，不是小潘，这超潘嘛，超潘有姨妈巾，因为他头上两片姨妈巾。好，往前走吧。开心。哎哎哎哎！哦，引擎，追上去干他，干他！哎，自爆了，十一杀。不对，不对，我要死了。哎，我就听到炸弹声了。目标太大了，真的，肯定是盯着我炸的。我们这边车不算多，跟对面算是势均力敌，要不去炸一波吧，看能不能炸死人。因为对面肯定有防空车，所以我不一定能炸死人。走，我最好那辆菊花跟我对头啊，我十二挺那个点五零，是十二挺吗？还是十挺？来来来的，炸炸炸！希望能炸死一个人啊，但是这个没有那个重战好炸，这个必须水平的，俯冲炸炸不好，水平炸又不容易炸。找人先，这个死了，我应该不会出那个铁王八的那个备用车了，爬太慢了，不想让你们再看一次了。而且应该会赢，看到一个人就冲他去吧。
别有防空车，别有防空车，别有防空，干，防空车。我丢下去了，但是估计炸不死。哎，可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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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些些小可惜了。我应该不会重生了，应该赢定了。一二三四四五六，五个地面，两架飞机。对面点站不回来了，应该我们已经压过去了。B 点是我们的人在，然后中间的话也有人，应该不重生了啊。这个视频可能就到这里了，成绩还不错了。好了，就到这里，拜拜。